你都什么时候开的门是吧？开了是吧？就这么容易都开了？嗯。关上门，再开一遍，在路面看他们卡车怎么能看到吗？看不到是吧？看见吗？一定要反锁，知道吧？任何时候回来，家里一定要反锁。大伙儿看一下啊，马上得手，看看看，进去了。现在我们进去拆进去，啊，放进去，啊，放进去之后，好，我们现在挂住，啊，已经挂住了，那已经开业了，啊，那锁匠拿回去的时候，这个工具先往外推一点，啊，超过这个把手的位置，好，再把它拉回来就可以了，把它，啊，拉回来，啊，它就自动的挂住。你们演示一下什么叫西子开锁，什么叫秒开。首先我们把这门锁上，看看你家中没中招，看钥匙就行，你家是不是这种钥匙。这个就是锡子，放到这个上，放到这个小板上边，啊，我希望你动动你的手指，把这个视频发到你的群里或者你的朋友圈里面，让朋友们都少些损失，看看。